准备好了没啊？夏明阿姨已经到餐厅了，我们不要让人家等。英文，英文，你有听到吗？ 要出门喽，英文，哎，请问有看到我女儿吗？英文，有吗？没有哎。哎，小姐，小姐，不好意思，有没有看到一个短头发、大概十几岁的女孩子经过？谢谢。我进来喽。